身体，许仙，大清早就过来讨晦去，过一个时辰才施粥呢。是我，快去禀报师傅。大师兄，快去禀报师傅，快来帮忙！大师兄。阿俊，起床啊！行了，别恼了，多大点事儿？阿俊，阿俊，阿俊，是。这是假的，是，现在已经冒出了三块琉璃甲，昨夜一夜之间便辗转于数人之手，每一次都少不得沾血。是啊，英雄大会召开在即，却来了一个满城尽是琉璃甲，都乱成一锅粥了。这次五虎盟这脸丢大了。放心吧，大哥，谁敢在英雄大会闹事？遇神杀神，是吧，二哥？对。大师兄，快点醒过来好吗？你这样小练真的很担心。眼下多事之秋，门派里是。是点点最得力的主意。